古爱玲爹是谁？我就看见了一个勇敢聪明的妈妈。大家好，我是顾宇琼博士。谷爱凌拿了奥运金牌，可喜可贺。正如谷爱凌自己所唱，这个女孩正当时。很多人很好奇谷爱凌的爸爸是谁，因为所有的场合只能看见妈妈。很多传言说谷歌的第五名员工是他爸爸，哈佛麻省理工的背景足以给他优秀的基因。很可惜，这一点已经被本人否认。谷爱凌的妈妈41岁有了他。不管是女人偶然还是必然的选择，不管男方是一夜的记忆还是捐献者的爱心，他有今天能这么成功，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，主要还是他妈妈的功劳。单亲妈妈带娃又花时间又花钱，让他尝试了那么多爱好并做出成绩，每周往返开8个小时，十几年如一日，真心不容易。在我过去的一些经历中，认识很多优秀的娃都有了不起的妈妈，你们都在找谷爱凌的爸爸，我就看见了一个勇敢聪明的妈妈。